大家好，在越南九哥拿着国王酒越南到处走，九哥国王酒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存款青春十八初恋硬如钢筋棍啊，去某宝去拍可以了，288销售过千看评论。哎呀，昨天他可能也没睡好吧，我是没睡好。然后现在呢，今天第一次带他来我的家里吃饭，我们准备吃中国火锅，然后现在我们就去超市去买菜，在家里吃上我给他做的中国火锅，也是第一次来我家他。现在也是天天一个人，我也很无聊。哎呀，失恋的感觉是很难受很难受的，真的。但是呢，虽然带他家来家里吃，我也别多想，我也不会跟他发生什么，我也把他真的当成好妹妹一样看待。下一步呢，这个店装修差不多了呢，我就年后营业吧，先招聘人吧，然后就到处走一走，找新车了，啊，找妹子，搭讪，找，要不是单身不行，太难受了。好了，不说了，兄弟们，去超市。今天周六啊，海底捞汉们排队排的，哈哈排队，全人，那妹子不错，哈哈排队。里边开始排到这里了，车小子小腿儿。现在我们推着车往菜的方向走，现在就去买菜。今天吃完有可能去放我老街，红色的小衣服挺新鲜的。放我老街今天妞子多呀，我就喜欢钓鱼，昨天钓着一个鱼，加联系方式了，今天聊天的呢。呀，这小腿儿，我是特别爱吃这个果子，每次来我都买，脆脆酸酸甜甜，多好。哎呀，呀，看个虾。这是虾滑，吃不了这么多，都大大的。栗黄，这个 OK。哇，鸡胗也是我们最喜欢吃的火锅里面。哎，这有这个肉，什么牛肉不知道。Hello， 来。这个安盖银，那个 OK， 这是什么肉不知道，看着样子不错，178000，然后再买点别的，两个人就够了。这些猪肉，这是这商场应有尽有，啥都有，青菜、香菇，什么？来人，我看，醪，越南醪，那不变成越南醪了吗？是中国醪，今天。中国。呀，中国醪。OK， 它是豆腐。哎呀，今天我估计这火锅是越南结合中国的火锅了。在这地方可以买到大葱，中国大葱，但是不怎么太好了，不怎么新鲜了。看巴东，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买啤酒啊。不知道买什么酒。Hello, second please. 他是卖second的。不知道喝哪个，最终买这个大的。就喝。车小。酒车员还行啊，长得。
买这些啤酒，啊，准备拿回去一个，给他喝1664，他喜欢1664。这个他是卖西贡的，这戴眼镜的阳光妹，我也挺喜欢泡这个啤酒妹啥的，服务员啤酒妹我都喜欢。好了，买了4个，买了这么些，现在结账准备回去开吃了，有点饿了。大厨，辣椒，酒。啊，好久没来逛超市了。以前和老婆总来逛超市，现在是，哎呀，老婆不在了，就自己来了，天天自己来逛了。啊，这妹子不错，这胳膊，眼睛妹不错。哎呀，个子挺高，但是灯小了一点，皮肤挺好。戴口罩我就能看出她有多漂亮。后面有个眼睛妹抱着东西，那个长得挺好看，也戴着口罩。我发现现在美女怎么都喜欢戴口罩呢？最近有流感吗？很多人不戴口罩啊。现在是结账120多万，还没刷完呢。嗯，那个妹腿也不错，那眼睛妹那条腿也挺细溜。个头挺高，这装货的妹子也长得好看。140多万，现在是结账了。这些东西不知道能不能给送货，能给送货还可以。这腿可以啊，不行，这腿有点弯的。车小到我家里，现在是第一时间抱起我这个小猫咪，哎呦，很喜欢猫咪呀，他。这就是我家，我住的地方，你可以。这就是我家，我住的地方，你可以参观一下。漂亮，漂亮。嗯，哎呀，你别给我猫给我丢下去，我的小猫是唯一给我捉 bug 的了，啊，好，我们一会儿他们给我们送货，送完货了，我们就可以吃火锅了，得安根，嗯，哇，空逼。安更吃饭，我们等他们送干啥了？我们吃饭。哎！这猫。他对我这猫很感兴趣，我发现他。大家看看，今天给车小做中国的火锅。首先料啥的搞里头，是现成的葱姜蒜，现成的，然后黑胡椒，这是麻椒看到没？这我这调料是很全的，这是麻椒、花椒。花椒、麻椒，然后还有干辣椒，来上一把，哎，然后勺子呢，看，炒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葱放里边。辣椒稍微变颜色了，基本就是可以放水了。我看还缺什么吗？对，再放点八角，放点八角，就是翻炒就可以了。看啊，
看啊，这就是我做的锅底，这火有点不匀了啊，有点慢，然后再放一些，开锅之后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看，少放一点盐。有香味了，虎哥。来来来，看看，香不香？好吗？这是我做的锅底啊，这辣椒还得炒，给香味炒出来，这干辣椒。一会就可以开席了，等以后来越南喽，上咱店里，每周我举行一次啊，可以在店里吃上火锅，还得炒，得炒出来味儿呢。好了，等着期待吧。OK， 现在车小在帮我洗菜。我开始切鸡胗，这个已经开始炖上了，开始煮上了，多煮会儿。弄吧，今天有点晚了，有点晚，时间有点晚。最后的一道工序，香菜洗完就可以开饭了，别的不整了，白菜也不弄了。赶快，快点来吧。和车小的家庭火锅现在正式开饭了，给你们看一看啊，这些菜好不好，做的怎么样啊？这豆腐、冻豆腐、菜、鸡胗、虾、火腿肠、蘑菇、鱼丸、粉儿、牛肉，啊，就这些。哎，这是一些调料，麻酱，香油、老干妈这些东西，葱花、大蒜都配上。那边还有个日本豆腐，现在就准备开吃了，有点晚了，我去。可以开下了，好多。他没有他的料，你去看有吗？现在车小喝上这个饮料啤酒，我喝的这个啊，但是国王酒喝起来，火锅直冷，开整。你吃。大爷啊，我这拍视频那捂肚子。空的啊 ，OK， 他等我吃胖了，一点点的还得，要，毛拍拍。这两天心情不好嘛，让他陪我喝一喝。他很多天都没喝酒了，哇、哦，整起来，国王酒喝起来，一会整他。现在边吃边开起了直播，这车小一顿翻译啊，一顿翻译，喝了两瓶，他喝了一瓶，他水果酒。然后现在开始喝国王酒了，你帮我你看，开始喝国王酒了。Give me wine。喝不动了，胀肚了，胀肚了。我来。啊，胀肚了，饿了。有。有。啊。冒开吧，有。要。干杯。No， 干杯。No， 不，干杯。啊！你看很多菜。多吃一点。是不是不喜欢吃？因为你没有调料。空格这个有。那里。那里好。哎呀，他用的那个是那个什么酱，那个什么酱，你觉得好吃吗？好。好，那你多吃一点，不要剩下。
Mời bạn ăn thêm một chút, đừng để dai. Ok. Bạn hãy yên tâm, tôi đang đói bụng. Nhĩ phẳng xin, ngủ ngơ lợ. Ok. Đồ ăn sẽ không thừa đâu. OK, 那就好。OK. 好。OK。要要要要要。要。国王酒喝起来，伤高腰椎、颈椎、风湿尿酸，一次就有效。让你硬如钢筋棍，如意金箍棒。让你红光满面。哎呀！这小切的啊，他这小切的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这西瓜切的跟你一样。是哪三？哎呦我去！那不我们牙了哦。是又小又饿的，对吧？啊？那不。不什么？是又小。你好，用对，代表那牙了哦。西瓜和我一样，是因为它很小，对吗？真好。很甜美。不，哎呀，继续喝上，哎呀，哦，哟，一瓶快结束了，哟，火锅停止了。这个佛友佛友谢谢九哥哎呀你试一试 OK 去地很漂亮OK 他有点害怕不敢穿 OK 这个không có mút ngực sao mà mặc được这个没有胸垫怎么穿啊没有胸垫怎么穿？你有穿胸罩吗？你不是穿胸罩了吗？试一试。就试一下。OK。这叫胸贴，胸罩不能穿。啊 ，OK。哎呀，叫胸贴，我去了。那我也不能给，好吧。OK。新的。这个佛友，佛友，呀。我看你只有一个睡衣，送你一个睡衣。穿上试一试。哎呦 ，OK。OK， 拜拜，下期。No video，OK，No video，OK，拜拜。
来去，换上。拜拜。哎 ，OK OK， 拜拜。去。OK. No video. OK, no video. 你都去换呢，不录视频，你都去换呢。光酒喝起来，一瓶快了了。然后继续喝啤的，一会儿张肚，又得张肚。今天吃的多。哦，去，滴。哎呦我天哪，来650了，太贵了，哇。